妈妈说了，一定要把尾巴立起来。哥哥，尾巴为啥要立起来呀？咱这尾巴可不是一般的尾巴，那是雷达呀。那咱们的尾巴能导航吗？那肯定的。停，我感觉不太对。咋的了？我咋没感觉到呢？哪不太对呀？你往前瞅，有两脚兽。妈妈来了。怎么的，儿子？怎么走了呢？妈，我们觉得不太安全。别扯那么用的了，跑你们的。但是我还是感觉不太对。停。那又咋的了？疑神疑鬼的。你懂啥呀？有照相的没好事儿。咱问问妈妈。你俩在这防守，我去问问妈妈。妈妈，咱们过不过去？妈妈，哥哥总是吓唬我们。没事儿，别听他瞎白话，让妈妈瞅瞅来。妈妈，用不用我去拱他一下子？先不用，咱们再往前试探试探，跟着我，别吱声。你看见没有？关键时刻还得是妈妈。把尾巴都立起来哦，好像有点不对呀。哎，妈妈，妈妈卡去。听我的，你俩俩留手，我先走一步。哥哥，等会儿我俩害怕。